第二天你就去花钱把不认识的女人压在身下了。 好冷啊，为什么偏偏到了休假的时候才变得这么冷啊？ 对自己女朋友长点心啊。
进入棺材前的一刻都会喜欢我的是哪个傻帽来着？下个月之后我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，所以用不着你操心。
都这么疼我，那我问你个问题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去学校食堂最喜欢点什么？这里跟以前一模一样啊。嗯，也是。在校队里待了3年吧。为什么没有去打职业？你傻笑什么？校队还能力不足？篮球的世界还真是严酷啊。你不是说脸皮厚是你为数不多的优点吗？这种时候怎么不发挥一下自己的优点？是吗？真不要脸。去跟那几个小哥比赛，能赢吗？还没打就认输，真不是男人。
那就算了吧。有时候我会想，这么懒懒散散，真的没问题吗？因为一看到周围那些很努力、很认真的活着的人，我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应该啊。大家都在认真的生活着，有的人甚至还想要为世界做出贡献。我每天想的事情却是什么时候下班啊，今天晚上吃什么啊之类的琐事。要知道我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像现在的我这样凑合着过日子的人。真是让人讨厌的真理。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？自欺欺人。嘉平，你还记得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想不起来了吗？觉得呢？那我问你，我长得像你认识的谁？是不是因为这两年篮球校队都没有怎么训练啊？什么意思？不过说不定他们很强呢。丢人啊，嘉宾。你热爱篮球，但没有被篮球所宠幸呀。Thank you.
校队的教练要是喝醉酒骂人了，肯定饶不了你。当时你没少挨骂吧？不是说运动生都很耐打吗？怕什么？嘉平，你说有多少人是在比赛结束后向别人告白的？我们在一起吧，陆嘉平。哪里棒了？什么屁起点啦？你的人生早就跟篮球没关系了，不是吗？辛苦你了，嘉平。你们你们他们太过分了。嘉平，
饭都不想吃吗？是吧，嘉平？我有话要说。让我先缓缓啊。我们在一起吧，陆家平。我说的不是这种在一起，听我说完。真是的。